场喽！一个在这里自拍，然后一个在这里帮女儿戴项链。好，请问我们可以开场了吗？可以。谢谢你的配合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喽！第一题，你们这一家平时最喜欢做什么事呢？逛网拍，滑手机，那就这样，我们一起学他。好，一二三，屁啦！你不会规矩哦。Mini， 你帮我用一下那个哦。哦，好。Mini， 我已经讲第八次了。好啊。他平常在家里还在逛手机。对。我平常在家里都在拖地。屁的，也是滑手机。哪有？九九一次拖地，但是拖地都是他在做的，是真的。还有扫厕所。滑手机。平常在做什么吗？头痛。哦、平常都在头痛。没有，我们两个都在剪片啊。哦，对哦，我平常在剪片。谢谢，拍手。弄在家里，一边聊天一边在做一些很日常的事情。听起来我们很废，还在无聊。但是我们很忙，我们真的很 busy。为什么想创金氏一家频道？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我弟因为疫情，然后停业一个月。对 ，Eric 停业一个月。对啊，然后我那时候为什么好像？为什么要叫自己 Eric？ 不行吗？啊，亲爱的小星星来说，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刚从澳门回来，然后也没有事做，他就问我说，哎、欸，要不要来拍片？一起讨论就是我们要一起经营这个频道。对，因为我们从来真的都没有想过我们会拍一个频道。我的限动很废、很杂、很密，我真的只是在记录我的东西，但是没想到就是有一些网友蛮喜欢看的。你们太闲了，就是真的蛮闲的，但是还是谢谢你们，因为你们我们才这样子创起来。对，哎、欸，我是这个频道的推手，因为我是超早就把它办好的。对，所以你有在推我吗？对，推你们往前，不然你们就继续在往拍，继续头痛。继续头痛，头痛。第三题是我们会想要搬出去吗？还是喜欢大家庭？我喜欢大家庭。可是他是觉得可以自己有一个空间，还是我们自己搬出去？然后我们三个各自搬。我觉得大家庭有好有坏，只是我有时候需要一些自己的个人空间，他们太吵了。谁？没有，我说很多人。我还是有时候想要放松，小孩睡，然后自己可能废在客厅喝个酒，然后就这样度过一天。没有想要裸体，有想要搬出去吗？好像还好。因为我们从小就是都住在一起啊，没有特别想不想搬出去，但是会想要买房，就是想要买自己的房子。对，还是会想要买自己的房子。我这样拍影片，蛮多人问我以前是在做什么的，然后为什么都在国外。我毕业后就去澳洲三年，然后回来一年，又去澳门三年，然后在澳门是做赌场的，然后主要的工作内容真的很多人好奇耶，就是 Excuse me， 妹妹。你去画画，很多人都很好奇，就是我在澳门的工作到底内容是什么。其实我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是客人的贴身助理，就是很多大陆客嘛要来赌场赌博，然后我们会帮他们安排机票、住宿、餐券，然后所有的奖赏，随叫随抠随到的那种。我知道有点像小管家，贴身小管家，然后就是蛮好玩的啦，触鼻触鼻这样子。很多人也问我现在回来在干嘛，我现在回来就是除了跟他们一起就是拍影片剪影片之外，然后我们也有在卖饰品嘛，我现在也用了一个脸部波景的工作室，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少人知道，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经络的东西，很舒服很疗愈，就想要推广给大家。欢迎来波金耶、yeah, 可以来波金，翻金是一家的粉丝取名字，就叫金粉好了啦，金粉吗？金粉很惊讶，然后又很多钱，有他们就像有很多钱的感觉，有没有很会讲话？所以你们可以叫金妈的金，也可以叫对金阿九的金，对，都是属于我们的金粉。好，那你们喜欢吗？金粉，再继续经营下去，妈妈希望你们的影片都很有笑点，也很有骂点。目前社会啊，怎么样？又要吵架？你看，特殊点频道了，很特殊的不像你呀、啊。目前是，如果他们没有在这样吵架的话，是会经营下去的。哎、欸，不过也是因为他们这样吵架，我们才有办法经营下去。他每次都一直惹火我。哎、欸，你才惹火我呢。惹火我惹火他，好吼、哦！我整个吼很大。你喷的吼，死我的造型。好了，所以我们会经营下去吧。
就一直继续对。想知道 Eric 有多控制 ？Oh my gosh！ 我先翻个大白眼。你还不是很乐在其中被控制？对的，但是我不想要。没有，他在那边假装，每次要说什么都会先问过他，明明很在意我的那个。嗯嗯，有没有，他真的超级控制，发文限动可不可以转发什么都控制。没有，因为他都不积极呀，因为我对美感的部分很要求。他会控制他的穿着，就是如果他出门要接小孩，他就说你穿这样能看吗？你不要给我穿睡衣出门，你穿这样怎样怎样，你去给我换掉。因为他都乱穿一通，他有时候穿什么搭什么鞋子超丑，毫不留情的直接说真的很丑哎，换掉的那种。但是他也是很爱被控制，他就会乖乖的换掉。哎，还有刚刚我那个头发就是做脸油油的，他说你要再去洗个头，这可这样可以看吗？啊，结果他是不是也洗了？你本来就想要洗头，没有，就想说算了，油油的就还好、啊。他油的跟蟑螂须一样哎、欸。你们的偶像是谁？谁先说？大家都知道了。就是那个、啊、卡古啊。对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大概5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要请秘书进来我们的频道。耶、yeah! ，可以吧？什么意思？你请得起吗？有人会理他吗？还可以吧，应该会吧。卡古可能会来。欢迎卡古来我们的频道。我现在最喜欢鸡排妹。什么时候？我已经喜欢鸡排妹了。他喜欢，他超爱鸡排妹。或李玉芬也可以。这个就是我的综合版哎，我喜欢。哎呀，口水，我很值得喷哎。我以前是喜欢王力宏的。嗯，王力宏喜欢什么？这就很残酷。对，现在应该是罗志祥。小时候就喜欢 S.H.E 啊，所以现在最 best lover 是莫文蔚啊，好冷门哦。我喜欢听他的歌啊，莫文蔚很赞。那再问一题，如果之后可以请人的话，你们最想跟谁合作？是你发问吗？你是网友吗？你是金粉吗？我是金粉。你去留言，你还可以发问。最想合作的哦，百科学学。你想跟百科学学合作？好好笑，哎，好像可以。没有，我也是，你是金粉哦，金粉金。我也是一个什么很大咖的艺人啊，哎，他们可以。我们要找一个比较实际的。学学不大咖。对啊，你是说学学怎么？很可爱啊。我们喜欢学学。我们超爱看那个阿杜主义。那你呢？我，你们知道就是谁啊？哦，卡古曼。那你呢？萧亚轩，因为他是我之前在一个地方，他是老板，然后就是他的品牌上班。对。然后他的人超 nice 又漂亮。因为他最近很少出来，想说如果之后跟他 fit 也可以，但我们请不起。有网友问说，想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拍 podcast？ 目前好像没有。对啊，因为他们是说感觉我们开 podcast 会很欢乐，因为我们讲话都很好笑，但是我们真的连影片都没有时间剪了。你们就好好看我们频道就好了。对，啊、你们应该比较想看到我们人吧，只听声音会想吧。先缓缓啊，还没有想到那边。对，你们家为什么感情都这么好？没有，只是你们看到这样而已。对，我们私下都在吵架。我们一万 Q&A 就有回答过，因为我们从小就是长在那个大家庭啊，然后跟姑姑、叔叔、表哥、表姐全部都是每天生活在一起，所以好像就让我们很习惯这样子的生活、这样的环境。然后你超喜欢大家庭，因为我们家其实也是这样大家庭。她是独生女，独生女的客人，然后我就问她说：“你们独生女小时候在干嘛？”然后她说：“他们都在自言自语。自言自语”还有你呀、啊，你又不会自言自语，你不自己玩扮家家酒？哦，我自己玩，我不会讲话、啊。你就睡就这样吗？来，爸爸叫爸爸，爸爸吃饭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就一样，一定会自言，不可能没有出声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很像独生女人，太恐怖。家庭成员我们真的讲不完，真的超多的，因为可是真的太多人问，我们大概讲一下。啊，有没有人要帮我们做维基百科？帮我们就把树状图画一画。那反正就是我爸有10个兄弟姐妹，然后十个兄弟姐妹全部都在嘉义，然后他们就全部都生了3到5个小孩，然后全部都还在。对，长辈们全部都还在，健康的事啊，就很健康、健康、喜乐。我爸有10个兄弟姐妹，但是在我爸的上面更夸张，就是我们的阿仲，他娶了3个老婆，所以他们各自生的人其实更多，所以我们整个家里成员真的讲不完。那要生100个吧？对，但是因为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就是
老姐姐啊、二哥啊、胖姐啊，其实那些都是姑姑们的小孩。大概先跟你们讲这样，破十万订阅要怎么庆祝？会办见面会啊。有人要见我们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们说想要见面啊，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要见。会不会来只有三个人？对啊。那我们就可以一打麻将啊。可以耶，可以耶。我想到了，十万订阅约粉丝打麻将。我们赢他们好意思吗？好意思啊。不是，重点是来了五百个怎么办？那就开五桌。我们会被警察逮捕。我有个问题，会不会我们今年就破十万呢？我觉得会耶。我是希望，但我不敢那么的，就是。那你们觉得会吗？应该会吧，请留言。希望我们可以破啦。对啊，我们很想跟大家快点分享我们的十万订阅的奖牌。我们先暂定十万，就是要回馈给金粉们，就是见面会。我想到了见面会，然后我们煮菜给粉丝吃。如果大家集体拉肚子呢？对呀，就好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有人才十万就办见面会吗？我们可以当第一个。我不敢呢、欸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把他们当成朋友。Friend。因为他们就是每天在看我们的限动，然后看我们的生活，包括很多你的客人、你的客人、我的客人来，都会说：哎、欸，姑姑，我昨天看到你，就是你的爸爸谁，你的姑姑谁，什么什么的。他就完全融入我们生活，完全知道我们家族的一切，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，邀请来我们家，然后大家就是见个面、吃个饭、签个名、拍个照，好吃有吗？有人想要签名拍照吗？就是 we are family。为什么跟大姑感情那么好？因为我觉得年纪很像吧，而且他其实真的蛮乖的。你要说他笨，他真的是笨；你要说他乖，他就是也是笨的很乖。所以好像没有什么好感情不好的啊。我就跟大家说，我们还没带他去做智力测验。十万啊！十万要做智力测验，那我们都不破。有没有厂商业配智力测验？欢迎找他。观念，就我爸跟我讲的，因为人家年纪轻轻就嫁来我们家，那几岁就嫁进来了？21。对啊，21岁，人家青春都体温刀啊，跟我们对，然后青春住了谁？谁？所以我爸妈也很疼他，因为真的是，你看一个女孩子才21岁，然后就直接融入我们家，然后又这么笨。对你，他那么笨，你把他就是放生了，他也会被欺负，他也跟其他老朋友。他真的好险，他好险遇到我，不然他就被、啊、他感觉会被卖掉。没有说你会遇到富商，真的不会，打打，是把他当自己的妹妹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比较像自己的姐姐，就是不像姑姑，比较像姐姐。姑姑，大姑。大姑。大姑。对于酸敏的看法。把它当成柠檬，吃一吃酸酸就没事了。我们目前好像没有什么。对，应该乐观吧？是应该乐观的。对，我们目前好像没什么遇到。我们蛮庆幸的，就是支持我们的朋友们，感觉都是蛮正向的，好像不太会乱骂我们。会不会我们从这集就开始被骂？就开始被骂？不会啦，先敲敲。但是我觉得大家给我们意见，我们是。我觉得不一定大家都是酸民，也许他是想给我们意见，我们就参考这样。其实就跟我们对别人一样，我们不喜欢这个东西，我们也不会去酸别人，就自己不喜欢就卖垮，然后卖倒霉嘛。没错。对，所以我们对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看法，就谢谢酸民们这样子。谢谢帮我们点击点阅率。谢谢帮我们按导赞的酸民们，有你们，我们才有进步的空间。他有去蔡依林讲的，因为有你们才有现在的我。你讲得很没有说服力，对啊，好难听哦、喔！你真的以为是得奖吗？不是，人家是天后呢，你凭什么讲这句话？对啊，你是家后吧？对哦，你是天后，你是以后没有朋友啊，以后不要，以后不要做朋友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订阅。